韩云熙，我是你的天，是你的地，是你的一辈子。可能我拍过不好的评价，我就自动屏蔽了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以为不是在说自己。火不火看辣房，橘子辣房我来了。橘子娱乐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都说你是肩宽腰细的代表，请问你的腰围是多少？具体不太清楚，对，可能时而宽，时而窄。粉丝为什么时候能等到你发唱片？明年。真的吗？也许吧。为什么每天微博冒泡这么多次都不发微博？每天在微博上看些什么？就是了解大家都喜欢什么，然后看一些好笑的视频，然后看一些新闻。追剧开弹幕最怕看到什么？没在怕的。在片场和巨星一打闹的时候用几成力气？一成。那你觉得他用了几成？看他的心情。假如你以偶像男团成员的身份出道，你觉得自己在队里是什么担当？颜值担当吧。填空题，不看云汐传的人会单身。你觉得云汐传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是？玄学。这一切都是命。下面我要挑战犀利问题好多个，用时120秒，挑战开始。你觉得云汐抱这个动作的技术要领在哪里？首先你得有一双粗壮的大腿。很多人说张哲瀚有颜有演技，但就是不火，你用一句话怼回去。这都是命了。云汐传播出之后突然多了很多王妃，在这部戏之前有想过播出后反响竟然还不错吗？他们审片的那些人说看完了觉得王妃也非常的吸粉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但是因为我也是演了很多年戏，年轻的时候老觉得自己能是火得不得了，然后怎么样的，后来发现都没火，这个心就慢慢的淡了下来，就可能少了那股我要火的那股劲儿了吧。你之前没有想过云汐传会火吗？我觉得能得到大家的喜欢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吧，得到大家的认可是最重要的，火不火都是命。对于开放式结局，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？说是我再次看到云汐，其实是我幻想和记忆里的云汐，但我不知道啊，他不说了有两个结局，最后会放出来吗？如果让你改变结局的话，你会怎么改？很难做到十全十美，我觉得悲剧有悲剧的好，只不过是这个戏大家前面都陷得太深太甜了，所以大家都希望能有个好结局，是这样的啊。秦王这么多情话中，有哪句是你觉得最肉麻的？韩云汐，我是你的天，是你的地，是你的一辈子。我记得是原著党发给我，他们有艾特我，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就特别好，所以我就用到戏里面了。那个路飞的伤疤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对的，既然就是导演问我 有没有什么想法，那我就表达了我的想法，导演同意了，那就用了。很多人都觉得你古装比现代装帅多了，你自己怎么看？我觉得我现代挺好看的，为什么非得说我古装好看？很多人觉得云汐传是你的颜值巅峰，你自己觉得呢？啊？为什么最近不秀腹肌了？是因为只剩一块了吗？没有，我的腹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养伤期间有没有追剧或者追综艺？有啊，《云汐传》就看了好几遍，然后呢，现在看《中国新说唱》。看《中国新说唱》的时候有没有喜欢的选手？我挺喜欢那个那吾可热的。我来自新疆，有口米儿子娃娃。为什么想和宋祖儿合作？觉得他很合适吧。重新变黑和变胖十斤，哪个更不能忍？这个问题有点难啊，变胖不能忍吧？我是从来没有让自己胖过。一觉醒来变啤酒肚和秃顶，哪个更可怕？秃顶太可怕了，男人最重要的这几根头发，秃顶绝对不能秃顶。被粉丝叫叔叔的第一反应是？我还没有到做叔叔的年纪吧？篮球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？应该会花在篮球的时间上会比较多一点吧。如果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爆红成了流量小生，第一件事情会想做什么？开演唱会。看过网友对自己震撼的评价是？没有看到什么太多，可能我拍过不好的评价，我就自动屏蔽了，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以为不是在说自己。拍吻戏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对方伸舌头，你会怎么办？没遇到过。玩游戏的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会想飙脏话？又死了！打游戏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想说脏话，特别跟自己好朋友的时候啊。但是我现在就是跟一个游戏主播在一起玩，就会很注意就是自己的言行，你知道吗？就很注意，就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说脏话。那个什么，比如说那种哔哔哔的都感觉，哎呦我去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就是这样的。粉丝看了什么你可以接受不了？我觉得我粉丝都挺中肯的啊，没有说出什么让我很接受不了的话。如果有一天你找男朋友，会不会来问问我的意见？
有没有被家里催婚？有没有微博小号？谈过女朋友的个数有超过3个吗？最近有没有让你心动的女生？有没有接过不想演的角色？有没有哪位艺人是你跟他打了一次篮球之后就再也不想跟他打的人？出道后有没有谈过不为人知的恋爱？这我给你选的不很好啊。有没有遇到过耍大牌的艺人？手机里有没有曝光之后上头条的秘密？接受采访有没有提前准备答案？以上问题有没有撒谎？嘉宾一边听歌一边读出歌曲中的歌词。Ready go！跳。啦啦啦，种太阳，啦啦啦，种太阳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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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种太阳。到那个时候，世界每个角落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。你是不是想热死我？我能，你不能。可以吗？在座应该没有人可以吧？生劫易渡，情劫难了，折旧得惜。还有几分前生的恨，还有几分前生的恨啊，不会跑调的，唱出来。我不会唱出来。